我们都会扣给你了。不然这样子，我今天的通告费都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安利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安利干嘛？笑了，笑了。我跟我金姐来自台湾，你都搞啦。台湾，台湾的前途就安尼尔啦。台湾前途啦，我们要恭喜两位哦。恭喜。好可爱哦。很棒。好，我们欢迎下一组朋友出场。哦哦哦，好快哦，酷啊，酷哦，酷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，我是13号贝克汉，我的助手爸爸。哦，助手，助手是爸爸。我今天要表演是闪电快手。哦，那是闪电快手，那是什么？投篮。哦，好好好，请开始。这么小哎。好，请按30秒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哇！助手快点，助手快点，助手，助手快点！好快，又快又准啊！助手太慢，助手快点，助手。助手，助手，助手，那我们叫怎么样？不是，助手，助手，助手。哎，喂，我点你。不啦，不是那个助手。哦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哦，他每次投的动作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进，这绝对是有花功夫在练的。好，新的一分一。哇，好厉害哦！靠假勾血，比爸爸还快哎！哇，他有这种的。只可惜贝克汉踢足球的。过关的加时间，对不对？蓝光在动了，在动了。对，如果大家很难想象，哦，很难哦。蓝光在动了，两年后他如果长高的话，困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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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困难哦，加油，5000块哦，5000块。加油！弹无虚发。哦，我翻球了！哇哇哇！爸爸加油，爸爸加油！儿子加油，儿子加油！20喽，谁打的？好准哦！到底贝克汉可不可以破400？哇哇，好快哦！加油！哇，天才小童星哎！我1年级7岁，300斤。真的吗？哎，大家看看这贝克汉的表情，是的表情非常的沉稳，专注的眼神。480，480分。耶！这么厉害。越到后面压力会越大。投瞄一下奖金，500。厉害哦！他的血液里面有冰块啊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吗？冷静，他的弧度很好，非常的冷静，弧度很好，就冷静。加油加油加油！575，还有球可以投，还有第五关，要过关了。哎，我第一次帮参赛者加油，真的好紧张哦！怎么可能？600分了！哎，600分！他是台湾的姚明啊！看身高，对啊，对啊！迈克尔·乔丹，加油加油！射手 ，go！ 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要记得加钱哦！有，加了！爸爸加油！700分。英雄，英雄，快点！爸爸加油，爸爸加油！还有吗？要过关了！哦，哇！728分呢？728分！天哪！你好棒哦！哇，这个爸爸满头大汗呐，破纪录了！停啊停啊！爸爸流汗了，他乖乖乖，这是你最好的记录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哦，不是。最好记录多少？800。哇哦！今天都是爸爸不好了，这个助手太慢了。不是，今天爸爸软手了。球太少了。哦，球太少了。对，你觉得今天打的没有到800的原因在哪里？你觉得是球比较少啊？球比较少。你有常常去外面练习丢这个篮球吗？有。而且他不太喘哎，真的，手会很酸吗？会一点点，一点点啊！哎，真的，我觉得贝克汉非常有大将之风。我可以看侧面吗？好可爱！这爸爸做设计的吗？
真的哦，龟阳，我跟你讲，我也会投哦。你也会，丽晶姐也会投。丽晶，不要为了当主持人自己一定要这样，什么都要，对不对？你不要，不用啦，晶姐不用啦。不是，你觉得我会不会投？你猜我可以投几分？300多。哦。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是把你打入谷底了。那我就不敢玩了。好，恭喜你哦。那这样子，加分是多少？8200。你看，你看。8200块钱，好不好赚？好赚。以后要不要？以后要不要当职业的篮球国手？要。要不要做台湾之光？要。谁？你要当谁？我。我。哎呀，我要当我。自己有一个有骨气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样子哈，听说爸爸说，听说他在那个一般大人去一样投得进哦，投两球给我们看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快试看看。哇，那才厉害嘞！对。弟弟几岁啊？今年？这么远也可以哦，我开始秒，我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力气应该不够吧？哦哦哦！哦，酷哦！这样就进了。哦，要打破！你看准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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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哦！哎呦！加钱，加钱，加钱！很棒！加油！加油！再进两球，快点！加油！再进两球，加油！一球一百！哦 ，OK， 赢了！好，耶！好！你很棒！贝克，多少钱了？现在多少钱了？多少？900、100。9100哦，哪有？他刚刚讲多少？900、100。哇，你们打麻将都打这么大？我怕麻将哦，900、100的哈、哦。恭喜贝克汉哦，拿到9100，好厉害哦！恭喜，好可爱哦 ！Oh my god！ 如果说最高的话，我们将会奖金再给你准备一半，下次来让你来卫冕哦。对，好不好？好吧哦。如果同分的话就好，那我们准备下一组了，好不好？我看下一组的表演，请出场。好，请自我介绍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14号，来自桃园的丘吉尔。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拼你们的现金。听不懂啊？我们有扣分的吗？可以扣钱的吗？好，请开始。有一个美的小女孩，自己唱的，名字叫做小薇，她有双温柔的眼睛，她悄悄偷走我的心。哎呦，小薇啊，你可知道我爱你？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么美丽，摘下一颗星座送给你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爱你？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么美丽。摘下一颗金条送给你。有这么累吗？很累，很喘啊！不是，你不是职业的吗？可是我都是直接演，没有唱歌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像他们表演这种特技，没有在唱歌的，可是你又边唱边表演，总是很累的。所以他你是第一次啊？对啊，为了看你。我有按哦，我有讲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？16岁。哦，真的吗？是家人送你去学的吗？不是，半路出家，是因为工作关系。啊，工作关系？工作关系？本来是去控音的，然后因为说
你是入错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就本来就空印，然后那边少一个人，你就上去了，然后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学了大概一个礼拜，哎，有资质上上上就上了。哦，等一下，你讲的很简单的，但我们听得很难过。对不起，我可以扣200吗？但是丽晶，平常讲，我今天给他分数不算低，我给他1600，但是马姐为什么只给他400？对，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本来要给他那个1000的，后来呢，他一开始不小心拿那火烧到了那一个人，哦，是吗？扣钱。对。然后一开始呢，在那个划那个板子在上面滑的时候，两下就掉下来了，又扣钱。没有，马姐，人家是在做效果的啦。哦，是吗？我都不觉得好笑哎，那再扣200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说那个怎么样？你说。卡住，所以没办法，因为它是有细缝。哦，怪我们场地不好了。再扣200，再扣两百。不要这样啦。不是学这个跟家境有没有关系？多少啊？这个比较好赚吗？是多还是少？不是家境如何？跟家境有关系啊。啊，家里在做什么？哦，之前是耕农的，然后没什么赚钱。哇，自耕农很富有哎。对啊。会吗？我总觉得好像家里没赚钱一样啊，没有。你不知道啊，菜价都是被人家剥削。他讲这句话，我们头上飞很多乌鸦过去。接不接？我们再往后扣300这样子。你从哪里来的？从哪里来的？哦，桃园。桃园的哦，啊，你有告谁家不？乌拉，老实说，5800满不满意？非常满意。对呀，对呀，谢谢你啦，谢谢功夫啊，谢谢丘吉尔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要欢迎下一位出场。哎呦，一组哎，哎呦，哇，好闪亮哦，一个 set 哦。哇，好帅的，请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淡大的美声团体 Honey Honey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将为各位带来一首台语歌曲。淡江大学美声团，世界级的天籁六部合唱，广告后惊艳登场。